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带安吉拉去游乐园玩，我老婆不知道又忘记拿什么东西了。安吉拉看到水了，你不要踩。走走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不要踩，你怎么总是踩水呢？走。安吉拉想踩水，我不让他踩，安吉拉就哭着跟我老婆说。安吉拉看到人家在这里面坐这个碰碰车了，他还想坐。哎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咱们进去玩。安吉拉一过来就上，往上面爬。好了，好，注意啊！哦，今天玩的人还是比前两次来的时候人比较多。前两次来的时候就没有人，现在这个碰碰车这里面也有人玩了，以前来的时候没有人玩。看外面是个小公园。这里面做完了，这是刚刚充的这个500卢比啊。做哪一个？这个？哎，好，坐好。啊。哎，怎么不走啊？走了走了走了。Hello， 安吉拉。安吉拉，往这边看，往那边看。我们现在住的距离这个地方不太远啊，坐车20分钟。安吉拉玩的，现在开始坐这个小飞机了。安吉拉玩的很高兴，拜拜。
啊，安吉拉又想做这个呢。安吉拉又往那边看呢，啊，这边呢没有人玩，那边有人玩，那碰碰车里面也有人玩，啊，没有了没有了，这个拿着 You know Yes、啊、这个东西可以换成玩具或者是折合成钱充到这个卡里面。安吉拉又开始想做这个了，安吉拉又开始做这个了，这里面可以捕鱼。安吉拉在和谁拜拜呢？捕到鱼了，等一下带安吉拉去玩那个旋转木马。没有了，走玩另一个。这个木马安吉拉不能坐，安吉拉可以坐这个座椅，哈哈哈，高兴了。这里面是碰碰车，玩了好几个了，刚玩了200卢比。安吉拉 ，Hello， Hello， 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。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